家族来到了福建漳浦县月光沙滩，他们能顺利找到翻尼能量币吗？导演，这局要玩什么？好，这一轮的游戏叫做沙滩铁人三项赛。铁人？不会要跑步吧？感觉很难啊。啊？我觉得现在天气这么热，什么铁人完全就是跑人啊！我都快冻僵了。来来，导演赶紧开始吧。任务三：沙滩铁人三项赛。依次前往任务点，迅速完成瓶口快抽、易拉罐站起来和蹦蹦跳跳充气球任务，用时最短的人获胜。Go！ 哇！哇！一下成功了！哇！都要喝掉！哦！哇！这是醋饮料。臭饮料是臭的味道啊。嗯。这个时候发现其实马叔很有那个啥，因为马叔嘴大，然后就三二一来。哎呀，鞋子太大。都到了，差不多了吗？哇！哦！啊！成功！1分49秒40。Go！ 冲啊！差点摔倒了。差点成功哎！三二一，有！这个时候是很关键的，很有可能浪费最多时间就这一趴了。啊 ！No！ 加上现在有风。哦。哇！成功了！算快了，算快了。不是，等一下，这个怎么会 ？OK， 沉浸式喝饮料。我很渴。有点风。没有，它其实这个跟风的影响不大的。哦，这手很重，里面的液体。鞋子飞了。脚的幅度大一点，对。大概是29秒，4分29。啊，太吓人了。我觉得我今天是最后一名。不一定，你看喝汽水，他嘴巴小，应该喝很慢。还不行，还不行。那我建议你大口喝两，多喝两口再动。好，又打嗝了。多喝点，多喝点。你看怎么讲？这下应该可以了，感觉可以了啊。你可能要打破马叔的记录了。来看一下时间，现在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打破我的记录。现在如果在30秒内，
涛，我一直打想打嗝，这样子吗？对对对，赶紧套球。穿鞋才是关键。哦，穿鞋套球呢？这样吗？哦，你已经来不及了。怎么会这个样子啊？他的尖叫声。好凉哦，它下面有个气。对。我怎么办？感觉做脚底按摩是不是？有影子，为什么我这个这么大？多少？多少？2分22秒。差一点点。这轮游戏的获胜者是。马叔 ，Yes， 赢了，带来了实至名归。好，马叔，来上来，我告诉你本局的奖励。太好，太好了。哇！现在三轮游戏结束了，嗯，马叔获胜2轮 ，yes， 我获胜1轮，嗯，玉儿一次都没有，我现在一个线索都没有，我觉得我得跟着他们走，看他们去找什么，我去找，可能是战略可以骗一骗，我觉得马叔的很多，不要灰心，然后可以看到沙滩上埋了很多旗帜，是，旗帜的下面也会有线索，哦，好，听我口令，啊，3、2、1，冲，冲，玉儿在跑，刚刚给我的提的一个线索是不在。黄色和青色的旗帜下面，他们就去挖黄色的，绝对在黄色那里。走，其实我的线索是黄色和青色都不要挖，所以我假装挖一下，每个小洞都均沾一点。我的线索是靠近海边的，离海水很近。那我先从这个海岸线的开始找吧。好，走。他们现在都在挖黄色，跟黄色有关。这个旗子飞得很起劲，应该就是它了。哎。这个挖法啊，有东西哦！这是范顶能量币，我才挖第一个就挖到了耶！他们应该还不知道，我就先等他们挖一挖，然后之后就说都没有，然后藏起来。我们先去挖下一个，我感觉我好心虚哦。挖一下这个粉的。这个里面，哎，挖了还有一个小乌龟，难道跟乌龟有什么关系吗？去找别的，小乌龟也不对。啊，看，这里为什么有个特殊的符号 ？FM， 翻泥。行，我应该放弃，这里面应该没有。毛毛，你的线索是什么？我的线索是在月光沙滩里。那边还有个旗子，哎，那边。哦，来，我来看一下这个有没有。又挖出来一只乌龟。我现在有2只小乌龟了，去找别的，那边走。天哪，今天是怎么了？运气爆棚啊！哎，那个黄色的旗子，我们来挖挖看吧。黄色的旗子，妈呀，怎么会这个样子？哦，啊，我真是，我一挖到一个盒子，
这也太容易了吧。他们还在找，我都挖到了。去那边看看，这远处那个，这个又挖到一只乌龟。Oh, no. 今天收获了三只乌龟。麻叔，这里没有哎。啊，那被我们挖完了都没有哎，藏起来。全都不都挖过了。你看我挖到三只乌龟。乌龟？嗯，哎，是跟乌龟有关吗？算你了。是你挖到的。我要去洗一下。你们挖的时候有发现洞旁边有线索吗？没有。没有的话，我觉得刚刚有特殊符号的肯定就是。还剩唯一的黄色钻。这个被挖过了耶。没有哎。挖到了吗？哇，萌萌挖到了。我特别想知道萌萌得到了什么线索。萌萌，萌萌挖到了。什么？萌萌挖到了，这么厉害。我只挖到了三只小乌龟。哎，马叔啊，我就想说一句话，你的线索不是最多的吗？你为什么你什么都没有挖到？我被骗了，找了一个洞，旁边写的 FM 班尼，然后挖到见到太平洋了，都没有东西。结果萌萌一下，我最先找到是吗？对，我就第一个跑跑跑，然后就挖到了。你拿到什么线索啊？我就是靠海的那边，靠海。我们都在快到海里了，我以为是黄色靠海的那个，然后我一下就冲到黄色。我当时拿的线索是不要去找青色和黄色的。好，我们终于挖到翻译能量币了。耶！月光沙滩位于福建漳浦县火山岛附近，是一片美丽自然原生态的沙滩，因月光照射沙滩的美丽景象而闻名。傍晚在沙滩边的海边靓仔露营基地，吹着海风，喝着下午茶，晚上烧烤聊聊天，那种感觉真的特别安逸。这是哪儿呀？我也不知道耶。让我来看看。